请随我来，去看看云吹世界的风景吧。怎么样，主人？新的身体还用得习惯吗？似乎还不错。现在能告诉我你是谁了吗？我叫预言，反应神力而生，原本没有形体，在知道了您是我的主人之后才变成了这样，大概是受主人力量的影响吧。我竟然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吗？嗯，当然了，在众多的异界来客中，只有您和流星碎片有共鸣，是最特别的存在。而我的职责就是帮助您收集流星碎片，掌握其中的神力。如果拥有了足够的神力，就能回到原本的世界吗？这个嘛，是……啊，你骗我，你犹豫了。我没骗您，只要变强，一定有办法打开回去的通道。不管怎样，预言都会像玩偶一样一直陪伴着您的。哦，忘了介绍，这里是天空之境，异界来客通往云吹大陆的中转站。我现在要带您去云吹大陆见一位叫秦少师的前辈，他一直在帮助。第一次见面还是要穿得正式一点，请主人挑选一套心仪的衣服吧。哦，不愧是主人，这身衣服简直和你绝配。谢谢夸奖，但我的脑子现在还有些许凌乱。你刚才说的云锤世界和云锤大陆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穿过这道天空之门就是云锤大陆，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就知道啦。我最最亲爱的主人，欢迎来到云锤大陆的最高处云波之境。我们现在要从这里出发前往……没想到异界来客居然这么多，都有俱乐部了。理事长秦少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……不是哦，俱乐部成员并不都是蓝星人，秦少师来自一个遥远的时空，听他说话的格调你就明白了。今天云波之境的风儿似乎有些喧嚣呢。监察官大人，发现新的一界来客，他看起……原计划清除。糟糕，遇到监察者了。还好我准备好了装备，主人快穿上防身。这些人是什么人？监察者，是被监察时空分析的神秘组织，他们一直在驱除异界来客。监察官大人有令，不能放过一条漏网之鱼。
这个外来者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你们要为了他和龙真大人作对。哼，冒险家协会的事，不劳他费心。哎，这是来接应我们的人吗？我们不是要去异世界俱乐部吗？冒险家协会又是什么？他叫端木成，是云锤八大冒险家之一。严格来讲，异世界俱乐部是冒险家协会的下属机构。至于冒险，这里不安全，跟我走。我们说到哪了？啊，冒险家协会。哦，冒险家协会聚集了众多强大的冒险家，拥有最新鲜的资讯和最广阔的人脉。主人要收集流星碎片。你就是那个能改变世界的天命之人。真是监察者的首领，没想到还亲自来了。雷鸣之下，万物皆灭。雷鸣之下，万物皆灭。好，海神保佑，你醒了，感觉……谢谢你，我没事。这里是海底，那我要怎么……这里是西苑之海，浮出海面，游到岸边，就离协会不远了。真的可以吗？那就太谢谢你了。对了，我能不能知道你的名？我叫海明月，是刚刚通过了冒险试炼的新人冒险家。有机会的话，一定会在协会再见的。
那群监察者应该不感觉到。啊，你怎么突然就出现了？刚才在海底你去了哪里？预言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轻易受伤呢？关键时刻我化作巨大妖灵击退龙针后，我也耗尽了全部力气，刚一恢复就出来见您啦。你天神下凡？端木成前辈，你还好吗？没有受伤吧？没有。你还没有加入冒险家协会，不需要叫我姐。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呢。天机大人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云波之境。考核官，那是什么？加入冒险家协会需要参加能力考核，不是随便就能进的。秦少师向协会引荐了主人，如果我猜的没错。原来如此，那我算通过考核了吗？能在龙针手里活下来，秦少师看中的人运气不错，但失败就……那怎么办？我还有别的办法能证明自己吗？正好，若你能战胜这只蓝星蟹，便算通过考核。端木前辈，我已经战胜了蓝星蟹王，现在可以叫你前辈了吧？这里离协会有些远，步行太慢，你去挑一头驼兽，就算是前辈给后辈的见面礼。你好，这里有三种颜色不同的驼兽，你可以挑一头喜欢的，它们都是又健康又温柔的羊。看上去也很喜欢你呢，快骑上试试吧。啊，苏兰城可真热闹啊。考核通过，人已送到，我先走了。千机大人的脾气还是老样子呢。恭喜你通过了入会考核。冒险家协会的宗旨是探索一切未知，洞悉世间真相，不怕苦。期待你成为一名伟大的冒险家。现在请在登记手册上按上你的手印吧。协会给你安排了住宿，这是梅家别院的钥匙，
累了的话可以过去休息。接下来请回答我几个问题，别紧张，很简单的哦。啊，核对完成，异世界俱乐部欢迎你。还有些事我要单独告诉你，请到一楼的档案部前稍等我一下。只剩我们两个人了。异世界俱乐部是冒险家协会下属的秘密机构，并不是所有的冒险家都知道，未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，大家平时都会隐藏身份，低调行事。明白了，我会低调行事，努力分辨自己。不用太紧张了，大部分冒险家都很友善。拿好，这是你的俱乐部通行卡，你可以进去等秦少师理事长。俱乐部，哇，这沙发，这吧台，这……是的呢。作为云锤最大的异界来客交流基地，这里有大家从各个世界带来的新奇东西，还有不少新鲜的资讯。主人可以先四处看看。你们胖胖的很可爱，但也不能冤枉我欺负小动物啊。啊，居然说我们胖。理事长大人，你来评评理呀。前辈好，您刚才说的婴灵指的是他们吗？不错，婴灵是听从召唤来到现世的特殊灵体，
有着自己的过往与理想。他们两个与我在旅途中偶然结识，托我为他们寻找新的主人。哦，虽然你已经战胜了他们，但最终还需他们心甘情愿才行。鸡，好温暖的感觉，鸡感受到了一股很强大的力量。你们圆滚滚的这么可爱，就算你们不是我的婴灵，我也不会欺负你们的。鸡，我宣布你现在是鸡的主人了。啊，笨鸡，你怎么这么快就答应了他呀？人类，虽然你很强大，虽然丫丫不想和鸡分开，没关系，你和小鸡是朋友，等你愿意了再说吧。小友，你身上的能力想必预言已经解释，已知的外来者中唯有你能与流星碎片产生共鸣。从蓝星来到这里，天意吗？可我只想早日回蓝星啊。冒昧的问一句，前辈的家乡在哪里呢？啊，我从另一个时空来到云锤已经有许多年了，遗憾的是因为某些缘由，我失落了不少故乡的记忆。等我们找到回去的办法，前辈一定会想起来的。想要回到原本的时空并非易事，不过如果你真正掌控了流星碎片中的神力，或许有一天就能打开连接两个世界。明白，我会努力变强，想办法打开通道的。你出来云锤尚且不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力量，若想激发更多潜能，需要得到门派的一些助力。贵门中有我的故交旧识，我已经为你写好推荐信，称你是他们在海外所收弟子，小友将信转交他们，便不会有人怀疑你的身份。谢谢前辈，我这就去拜访师兄师姐。